大家好，我是小孙，今天给大家讲女革命家萨拉瓦列诞辰200周年纪念场。这张是在1995年，为了纪念哥伦比亚女革命家波里卡巴萨拉瓦列而发行的，面值为1万比索的纪念场，尺寸为140×70毫米。这个纪念钞有2个版本，一个是在1995年8月1日发行的，这里有写到1995年8月1日，然后还有一个就是1995年7月1日发行的，这里有写到1995年7月1日。然后，好，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片面设计。正面右侧是哥伦比亚间谍裁缝波里卡帕萨拉瓦列。然后背面注解是油画瓜多阿斯广场风光。这两个版别背面都一样的。这个纪念钞比较稀少，我也是好不容易才把两个版别都凑齐的。啊，然后这张纪念钞的价格也比较贵，目前淘宝上卖到2600人民币一张。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感谢您收看，期待您的关注，我们下次再见。